等我们，所以我们会提前一点点的出发。有我妈妈送我。发生的一个事情，我呢，因为上一次拍的那些拍立得卡一直卡，然后所有的拍立得都差不多废了，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，我们直接去拍戏，拍出来就很清晰。成功了，拜拜。Tomorrow， 今天我是学生，我今天是一天的学生。青春的时候，大家的青春肯定来过这一家店。这个名字叫做香蕉，香蕉就真的很好吃。我可以为了它变胖。真是它很香，就是你们来的时候可以来点一下。反正是这一家叫 banana banana。知道我妈在哪？反正它就是一个整个香蕉炸进去，撒那个炼乳上去，所以呢，在保持身材的朋友们就少吃。走，找我妈。妈妈，给我妈。弄饭，那你会不会说？然后现在我过去跟我弟弟吃个饭。刚刚给你们看的是腌过的鸡蛋，慢慢，你看一张对，吃完了，我们马上过去上车。这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衣服装吧，可能咱就录不了了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去看节目里面。我们结束了，收工了，然后今天晚上休息了，打个招呼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们的 vlog， 来自我介绍一下，让他们多多关注支持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思维，请大家多多关注哦。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。啊，回去啊，走了，走了。好嘞，希望你们也多多支持我的朋友。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The next day， 我们这一次的 vlog 就到这儿了，好吧，然后我们下次 see you vlog 再见，拜拜拜拜。我就来展示一下咱们泰国的比较有名的一个两个甜品，这四个呢，它是长不一样的，但是它味道一样，里面好是用黄豆泥，然后就把它，我发现就是一层果冻河粉，好像是啊。上飞机了，回中国了。今天我们的 vlog 就到这儿了，拜拜。各位老师们好，高敬晨又回来了。这个 vlog 吧，真的不能结束。但是呢，因为刚刚我们去了一个那个服务区，然后我就发现一个特别的有意思的东西。噔噔噔噔，它就是一个腌过的笋嘛。哇，哇，哇，好吃。好的，拜拜。
到泰国了，然后来了公司。这个地方呢？地杰上中文课。是我们在想小九呢，这个主题的地方，这里特别的重要，因为这里呢是我是跟节目组第一次打视频的时候，哦，然后一会儿还要录歌。录完了。顺利，特别的顺利，准备活动了，等到他们 cue 我们上去就可以了。这一次的行程快结束了，然后现在咱们去赶飞机了，谢妈妈。现在过去机场的路上了。